麻椒凤爪，这个我给你们拆一包，我这里面是一包的量，我再给你们拆一包。这就是两包的量。就是麻椒味儿特别重，咸香的。我个人认为它比泡椒凤爪好吃。肉劲儿，有谁特别喜欢吃这个脆果？咔咔笑。这个比较方便，就是方便保存，每一包都它都是独立包装，你一次吃一包就好。这个手上，我的脖子落枕了。